那我从老师那边有学到一些什么 pebble 之类的？没有，来不及。但是因为我站在那个升降台，你们看我是蹲着，因为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巨高。对，所以后来就是改成用蹲的，不然原本用站的话，我觉得那个舞台太晃了，我其实蛮害怕的。大部分就是跟朋友们聚会，其实很就是很要很传统的跟朋友们聚会拜年，然后大家一起围炉，大概就是这样的。其实很特别，今天就是为了特别的过年节目，然后有特别的表演跟合作，因为这个表演跟合作也不是平常有机会的组合，然后今天无论是跟刚刚跟老师一起合作，还是跟很多学生们，刚刚有上千个学生们，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台上是很感动，然后也觉得就太棒了，因为平常真的没有机会，然后也没有可以集结到这么多人手一起在舞台上面有呈现不一样的表演，所以刚刚在表演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以前这个歌没有这样子呈现过，所以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排了其实蛮快的，因为大家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是分头进行。但我觉得出乎意料的就是大家的默契非常好。所以这个点子是谁想出来的？这个是跟制作单位一起想出来的。然后其实觉得这一次的节目也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很少其实有上节目。然后今天的过年特别节目，我觉得就是做单位很用心，所以今天表演起来蛮过瘾。那我从老师那边有学到一些什么 pebble 之类的？没有，来不及。但是因为我站在那个升降台，你们看我是蹲着，因为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巨高。对，所以后来就是改成用蹲的，不然原本用站的话，我觉得那个舞台太晃了，我其实蛮害怕的。那就是过年打算今年怎么过呢？过年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日子。所以我自己是很期待过年的，因为过年也可以跟家人聚会，可以跟朋友聚会，然后我是很享受过年的氛围，所以这是我一年当中最喜欢的节日。那从特别的过年计划，大部分就是跟朋友们聚会，其实很要很传统的跟朋友们聚会拜年，然后大家一起围炉，大概就是这样。对，今年事业丰收啊，就是红包加码给长辈啊。今年事业丰收啊！对啊，希望2024年可以更好，没有问题。红包给的越多，感觉会赚的越多，所以没有问题。对啊，有没有准备好给妈妈的？每年都准备啊，每年都准备，没有少过。对，因为妈妈生日也快到，那也没什么想问，说特别要帮妈妈准备什么生日的计划？她好像没有特别喜欢过生日，就是我们还是会过，但是她好像没有。他可能不喜欢人家知道他的年龄。那你有特别想要准备什么给他？我其实蛮希望可以带他出国的啦，如果可以的话。对。那年后工作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有什么？新马演唱会，演唱会就是继续跑，继续跑巡演，然后希望赶快有新的作品。对，差不多。